是真能赢，是吧？三代是必来的。一来我就连对连对出单回王了嘛，对，是吧？不可能不要啊，这个二，这二要完了，见小王之后，见单是直赢的嘛？对，见单我混掉了嘛？对，见对其实你见过 K， 我对着也不怕，我就对勾对全力 K，我不行我就拆呗，拆着慢慢来。嗯，结果人家顺子三代，那你没招。三七九。五尖两分，能四到八，七到 K 是吧？多个五，多个十。嗯，单五吧，单五慢慢来。嗯，门板正好是 K。哎，看看这个二动不动一手啊？不动，如果见对子，其实挺难受的。嗯，是吧？还真有可能来一中对。对九吗？嗯，还真有可能来。哦。单七地主就要赢了，对九，下家对十还不太好接，他也做不了主跑啊，关键是，嗯、他得多很多手，对，那有可能被单七了，我估计，嗯，三带一，嗯，神州两分打赢，嗯嗯，那应该也是没分差的吧，只要老兵忍住，嗯，是吧？对。看对圈这手能不能忍住，看看打不打对圈啊，也得看，应该会打。哎呦，这牌有点，有点像三代。他万一撒尖儿怎么办啊？是吧？有点像三代，因为他先打的撒钩。他如果打了肯定是三到八，三到八下家五到十，下家没得切还是赢。下家有四到九吧？四到九，你单三单四单五啊？嗯，没要 没要就能稳住啊。对尖儿，那肯定三张单了，肯定三张单。那让一手呗。好，过十，过十自赢。大王。嗯。对三对二，七到 K。好，还是没分差。嗯。这局又打得非常好，嗯，对，又把彼此的这个得分都控制住了，嗯，还是只有一个三分的分差。看一下 A 桌的第八副，勾勾 K，嗯，头尖应该都会拉满的。哎呦，两分，勾勾 K， 两分应该也成交了，三四俩五一六。还挺难受，还挺难受，慢慢打吧。